林口的秘境哦，啊，林口的秘境，啊，还有都什么水牛坑的，哎，啊，头前这间哦，庙是妈祖。圣庙，哎，水牛坑，哦，哇，这，哇，那也真水，这个角度看都真水，真水哦。光秃秃的安尼吼，啊山，啊庙啊，吼，啊这这庙啊后边啊吼，边啊这后花园，哎，啊这边啊叫这条路吼，叫一条安尼，哎，神秘小径，哎，对啊，啊林江林江再来试看卖啦，哎，今日来足水所在，吼，真水，吼，哦，这妈祖娘娘，哎。清幽，以前嘛算讲哦，防疫期间哈，无、哦、要开放互参拜啊，哎，咱伫遮外围也看看哦，咱另外外口弄只将军，哦，啊，今年哩海洋嘛足水个，山路，水牛坑，我看大家看卖啊哩。啊，伊只水吼，这那水上多，这无大过啊。这水真清的，这拢为哪家流落来？一般你若即摆有西滨公路，你拢直接着溜着过啊。哦，啊，当时你着看有人讲啊，踮咧遮咧塞车啦。嗯，哇，这石头啊、路搭这是，要安怎要安怎要安怎行？嗯，我塞一段看卖啊咧。啊，真正秘境。哦，你看，尘土飞扬啊，啊，这毋是烟嘞，这是土粉啊，你看。哎，边啊有沙石啊平啦，啊，等下晒个就变红色。哦，真水，嗯，秘境啊，真正是秘境。哦，这，我多摆来骑车，你都啊吊车，啊车吼，你这底盘你若无足悬的吼，这晒了。
试看嘛。嗯。我发现刚才一个碉堡。到面头前看较清楚，吼、哦，影会十几个。你若无四轮传动的，你驶袂起哩。哦，遐来敢那一湖嘞，啊，全部都是那个黄泥土。哎、欸，我嘛个驶个心塞起哩。刺激哦，哇！从那边骑过来，哎，这个就没办法，特技才可以。那现在我就可以从、哦、这条路啊、哦、开上西滨啊。我看到现在要走路哦，这么爬路这样帅的吧？哦，还是这边的路很快。这吼、哦，啊看海啦，海嘛海景嘛足水。啊，你那个水鸟跟那赛车场的内底吼，迄边啊两条路，搁这条路吼，拢无咯。迄赛到内底拢是人的迄落私人土地，拢无咯。啊，你啊搁赛啥？啊边啊这边这边嘛是啦。买一台啊吼，那个，哎，越野车来才算啊，加赞，哎，免钱都好算。这个天然的，不用。